市议员李思韵，非常感谢今天给我们带了礼物来。啊，这个只是比起刚刚副市长的那个意向书，我这个只是很小很小的礼物。啊，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有机会来参观这个化缘屋呢，其实我也心动了。因为现在呢，我刚刚也有一点，我觉得有一点为难，因为刚刚副市长就是说意向书的事，我们 Markham 呢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讨论这个情况，但是未来我相信我跟副市长肯定，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个房间是怎么样的，而且真的短短只是40尺的那个空间。大家就可以在你们的后院可以盖那个房子，其实真的刚刚跟 Ella 说，真的可以帮助 relieve 很多 housing 的那个很大的那个需求，所以呢有机会我一定会跟那个我们的市政府在开会的时候一定会说，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很好很好的那个 strategy， 怎么样去 relieve。 所以呢特别在这里恭喜 Ella， 然后恭喜住家网了，再一次希望你们这个那个 Garden Homes 那个预售或意向的预售会完满成功。我看到你们很多很多的支持者，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再犹豫，立刻去参加，立刻去签那个意向书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还有这个小小的那个贺词啊，就谢谢。好的，非常的感谢伊萨给我们带来礼物，两位美女的合影，请我们摄影师留念。那就像刚才伊萨说的，其实刚才已经看过了，非常非常棒的花园屋的选择。在座的各位千万不要错过，今天这个意向书将会非常的 popular。再次非常的感谢。